狗吃巧克力会死吗？为什么有的狗吃一块就倒地不起，而有的狗经常吃却没有问题？深层的原因我们一次说清楚。除了一种特殊的狗，其他所有猫和狗都不能吃巧克力。巧克力富含可可碱和咖啡因，这两种都是黄嘌呤衍生物，猫狗都是代谢不了的，食用之后就会不断的刺激中枢神经，这时候猫狗会浑身抽搐倒地不起。接下来说重点，为什么有的狗吃了巧克力之后没有屎呢？因为贵的巧克力主要原料是可可脂，便宜的巧克力是代可可脂。说白了，便宜的巧克力主要原料就是白砂糖、食用油和甜味剂混合而成，所以狗子吃了便宜的巧克力往往问题不大，而贵的巧克力，品质越好的巧克力，对于狗来说影响越强。这就是有的狗主人为了便宜的巧克力给狗吃，反而救了一条狗命，影响不大的主要原因。